要是不相信，可以去商场看一看，真正的鹅绒被最便宜的也要1000多。您也可以到材料市场上去问问价格，最一般的光鹅绒和面料都要好几百。我们厂是中国315诚信企业，以前许多观众都用过我们的产品，都给予好评。这次呢是厂庆30周年，回馈广大消费者，电视台帮忙做推广，厂家专门拿出了6000床5星鹅绒被，59块钱，您就拿走，还买一床又送一床。我不可能为了59块钱而砸了我们蝴蝶公主的招牌。59块钱连半斤鹅绒都买不到，连一个工人的工资都不够。这次呢，压根儿就没想赚您的钱。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，我做个承诺，买我的鹅绒被不保暖不舒服，盖了会跑毛跑绒有异味，您花了59，我赔您590。知名品牌蝴蝶公主为推广品牌，联合电视台发起厂庆30周年真情回馈活动，原价1980元的5星鹅绒被，现在只需59元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真的只要59元，不用担心，不要怀疑，这是工厂上电视为蝴蝶公主做直销，减掉一切中间环节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今天不要利润，不计成本，只要口碑。等等，如果您现在打进电话，还有机会再免费获赠一床同品质同价值的5星鹅绒被，59元，2床5星鹅绒被一起带回家，买一送一，超值享受，真的很划算。花59元让全家人都盖5星鹅绒被，郑重承诺，本产品经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，保证每一条蝴蝶公主高档5星鹅绒被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，7天包退，15天包换，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。敢于上场才能收获未来，挑战你可以更强。双汇王中王，肉量足更好吃，不断突破，更新更强，健康美味就选双汇。一，请选择。你就像风在说想好了吗，女嘉宾？想好了。要转身吗？不用。好，那此时此刻，我想问我们男嘉宾，需不需要上前表白一下自己的心意？这用不着了，人家我这个白癜风他忌讳不？忌讳我就那什么了，我也就忘了这个事儿。啊、但我身上没有。明白。好，我们男嘉宾虽说不想上前再表达了，但是解释了一下自己的犹豫和顾虑给我们女嘉宾听。那您是否要决定给她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呢？咱们女嘉宾请做出选择。以后再说吧。好，很遗憾。来，没事，三位请到台前来。缘分不到。缘分不到。是啥把你的缘分拿走了？阿姨，哪块的问题你就直接说，没事，人家都已经都白癜风的事自己人都说了。我现在找一个有劳保的。有劳保的？您没有劳保？他没有劳保。没有。这是您的硬性要求。对，我就想找一个有劳保的。有劳保的，再有多钱没有用，我就得要你有劳保。对，那个无所谓，这他提出咱也没瞒不长。好吧，这是您的硬性要求呢，咱也没办法啊。但是，哎呀，有点遗憾。那您为啥没转身？缘分没到吧？缘分没到。那我们2号转身了，他没转身，您有没有点后悔呀、遗憾呢啥的？不遗憾。不遗憾。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我管你怎么想。对。其实我们能敢迈出这一步，我就将来的爱这个选择了，我就那个。也看中她这个女人了。我们也希望啊，三位值得人尊敬的三位嘉宾早日获得自己的幸福，这是我们爱的选择对你们的祝福，也是轩轩的心愿，好吗？谢谢你们参与。好，
再见。再见，这边请。走走走。哎，我想找一个，有双宝的，完了那什么一个退休的老头。我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的，白净点胖一点的就可以了。我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真心过日的人，过完后半生。我想找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，性格好的，过好下半生。我想找一位诚实善良，人品好的，年龄不限，真心想成家，过完余生的女士。谢谢。